各项活动都很有格式的创意，包括有缅甸的艺术表演、花灯竞赛，包括有牛园会、艺术展、鲁迅成果展览等。所有的活动都兼顾了教育和娱乐的活动层面。参加的后备干部都觉得，由于这项活动的进行，更增进了民间的革命情。